础设施和国际地位等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。国内生产总值 GDP 以惊人的速度成长，从过去的贫穷落后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，以此丰沛的经济能量致力改善民生，实现富裕，加强文明，不但追求民族的伟大复兴，相信也能够为两岸的统一建构一个有力的基础跟条件，实现中国梦不能缺少台湾。在民族复兴的浪潮中，我们台湾有机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实在应该好好的把握这个百年难得一遇的历史契机，才能够看得更远，跳得更高，因而加倍的精彩。我们衷心的期盼我们两岸和平早日实现和平统一，让我们两岸人民的幸福永久绵长，这是我们大家衷心所期盼，但愿